我爱人是就是属于突发心梗那种，就特别快。9年了，马上就9年，8月份9年了。这些年我就跟孩子在一起过，就孩子结婚3年，不能过3年了。你自己过多少年了？96年开始。9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？25、26年了。大好时光哈，20多年全那啥了，全自己独身了。也没荒废。也没荒废啊。不荒废。什么叫没荒废啊？就是也学了不少东西呗，也干了不少地方呗。我心没荒废，说中间我那啥了呢？在感情上啊，在感情上。那个倒无所谓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开始都不想那些事儿。最理想的我是想找个丧偶，不想找离婚。但是现在你们想，人人好的话，离了，要说我都问他离了多少年？20多年就没有啥来往。刘大姐说，其实一开始对马大哥离异这点呢，她还是有点在意的，但随着接触到马大哥后，她对马大哥的好感度已经大过了这些个小问题。收养多少流浪猫啊？我没有收养，就是在楼下，就在小区完了，然后在我家楼下，反正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说12年了，就是我每天都给他们送粮。就天天的，一天不落的，每天就跟我一样送一盒。你也送啊？喜欢动物，喜欢猫，喜欢狗，但是我不养。我也是啊。楼下那个，我也喜欢。对，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，他家小猫，我准备买肝儿，你想买点肝儿给吃，买肝儿吃。我一张一晃啊，离老远嗖就跑了。那这一点还是有共同的哈，就这个，就是说，人说有那么个说法，说人就是喜欢小动物的人都是比较善良的人。还行，不错啊。因为从他说小猫、流浪猫、流浪狗，我喜欢，我也喜欢，我俩同感。对于喂养小动物的事儿啊，这俩人还挺同频的。随即，马大哥这热情主动劲儿上来了。那啥，楼下有瓜，有水果，还有葡萄，我去洗点去呗。行啊，行，洗吧。是不是？咱们去洗去呗。那行，那你俩一起洗。我就寻思这事儿，我不跟你先请假。你俩一起洗去吧。我去求呢。那洗呢还是求了，洗完求了呀？我也不咋吃水果，就是你们来吧，我就没买的，买点啊。这儿对，这瓜指定好，多好，这瓜相当的好，开元瓜，这瓜相当的好，你看谁吃啊？咋说呢，大姐？哎呦，我就会买瓜啊，一看就好，太好了，这瓜味道都是甜的，是不是？没尝都知道是甜的。对呀，这个不如那个。哎呦，大姐，你其实挺有生活常识啊。我最会买那个香瓜和木耳、蘑菇，但是呢，不会买口红。整不明白。我可以帮你介绍，我可以帮你介绍。你会买口红？那玻尿酸啥的。不是口红，就这些化妆品，我还有点研究。玻尿酸我都不带手的。你给大姐讲讲。可以，我可以找朋友帮你买一个。